是中国人，中国人多了。流行了第一次那个包，对，酒头不好，喝点墩吧。下面还有墩子，嗯，哎，好热呀、啊！这遇到一个小孩要钱，钱我们不给，不能助长这个风气，给了点薯条，点份薯条让他吃。饭管够，钱没有，还自己点菜。把你。馍馍，苏婆，馍馍，是吧？呀，花卷儿，就这吧。你看烧鸡，弟弟，菠萝吃，对，不客气，点点给买单 ，OK， no problem， OK， 啊，馍馍，嗯，不能给钱，给饭吃，秃噜。饿了，饿了，吐了吐了，饿坏了，那小孩真饿了。哎，有爱心也不能乱施啊，钱不能给。上馍馍了，我也点了一瓶可乐。饿得不行了，小孩。小孩子还懂事，吃完了把这盘子给人家倒了水，给擦干净了。给他哥和兄弟也叫过来了，另人吃点。嗯，好兄弟，嗯，好约三姐意思，多好啊，都给擦干净了。转转鱼竿，嘿，不搭理我。转转鱼竿，没事钓鱼去。哎，吉普车漂亮。看看渔具。你咋来？那我在。买了两套鱼竿，不行，钓鱼啊，甩海竿去。不行，打电话把脖子打好了。甩海竿就不用打窝了。啊？甩海竿就不用打窝了。魏姐，你不知道你甩在哪儿？不用甩啊。我找马哥下去看庙了。好深呐、啊！回来就研究，是这个猪肘子、猪脚。哈哈，够，那还不够。哎。对，妹妹给我们切的西瓜。嗯，这是荤素搭配。嗯，搂着大棒骨吃啃西瓜。啊，窝里堆满了啊，堆满了都是吃的。你跟小卖部似的。享受。啊，享受。他你看了吗？他吃东西必须得叼窝里面吃去，啃骨头。哎，那个大哥。那只小大狗，我拿那个饼干喂它的时候，我给那个大狗吃，扔给那大狗，闻一下，你回去走了，不吃，它都是吃。这一大锅，嗯，猪蹄，这点汤，这个汤应该是不稀。海带、蘑菇，马哥说这汤好喝，嗯，水我烧好了，不行再往里蓄水，奶白色的。再弄点汤，然后再加汤，对，再加点。哇，这个汤鲜啊！嗯，
老包这个肉。如果没有弄上来，等一下更香。嗯，看看那肉里面骨头，对，越熬越香。香蕉、西瓜、牛骨头、猪骨头，哎，摆摊儿的你。就差喝威士忌了。给他买瓶野格去，享受的喝着。享受的很。这是鱼食买回来了，钓鱼去，拿着一个炉子、灶、茶叶。马哥就让他俩钓就行了，咱俩喝茶。我是不怎么想钓了，估计那个不好钓，拿炉子去了。你坐后面吧。他好东西。啊，敞篷。钓鱼的东西丢后面。你坐敞篷。拿了一大堆东西，不知道钓不弄的钓鱼怎么了，肉烂了。热辣。啊，上车。昨天刚刷的车，今天又下雨。到了，哎，在这歇一会儿。到了，就跟野炊似的。背柴呢？过不去了，过不去了，给他往里一丢就行了。啊，就是这狗他妈狗淹死。没事，他不怕水。来，这里是。吓死宝宝了。对，就在这儿给他洗洗。哎，就叫你那么脏。啊。没带香皂。